杏花微雨，正值江南芳春季。古镇的小桥流水，白墙黑瓦间，依稀可辨往日浪桨风帆、千艘万炉的繁华。老街深处，一家看似普通的豆腐店，顾客盈门，臭名远扬。小金平不在吗？哦，豆嫂。你在呀？他昨天不是订了吗？现在儿子会在。就喜欢这个味道呀，闻见这味道就喜欢。闻到味儿进来。都一开始没炸的时候，我们那闻那味儿，这一炸，我头压到头，我都逛到那头了，我也拐过来。十分钟，三十五分熬饭，你地方熬太早了。店老板叫张爱民，二十多岁从父亲手中正式接下豆腐店，如今已有37年。老张家的臭豆腐是当地一绝，之所以能获得一众认可，祖传的独特制作工艺是关键。将磨好的豆浆用石膏点化，待静置沉淀后压制定型，不需多时，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可以呈现眼前。但在老张这里，真正的流程才刚刚开始。个人智慧创造的简易尺子，可以快速准确地划定距离，切成规格统一的豆腐块。接下来将迎来至关重要的一环，这一步也将决定豆腐的口感。用洗净的棉布将豆腐一块块包起来，再摆回架子上二次压制。然后将拆去棉布的豆腐送入热水中烹煮，既可以消除豆腐内部的生水，又能保证适宜的含水量。经过两次压制后的豆腐此时弹力十足，略硬的表皮使它制熟后也依旧稳定，不易破碎。每一块豆腐都要经历复杂的流程，这样繁复的工序在这里一天要重复5000多次。靠老张一人是远远不行的，手脚麻利的妻子胡芬娟是他的得力助手。早上1点钟起来，要做到下午1点钟，差不多1点。这个活呢，我们已经早就习惯了，每天就这个活。30多年包下来了，没办法呀，辛苦嘛，辛苦的啊。等待豆腐冷却的功夫，妻子又马不停蹄地为一家人准备午饭。忙碌的状态从凌晨1点持续到中午12点。一家人在午饭时间鲜少交流。
老张夫妇希望还有体力的时候能多赚一些钱，不光是为自己，更是为了患病的儿子。老张原是配件厂的职工，最初并不打算接手这份苦差事，但儿子出生后，他初为人父的欣喜很快被医生带来的噩耗湮灭。脑袋先天性的，他说也没有办法的，做了一个脑 CT 嘛，脑 CT 之后呢，是脑子里面两块筋盘在一起的，多豆腐呢稍许多撑一点，人呢辛苦一点的，那么我儿子呢要吃一个月药，打一个月针的，费用很大的。到后来呢，我就是单位里呢放弃了，我自己那个就做豆腐了。做豆腐虽辛苦，但回报可观。夫妻二人从无奈接受到习以为常，他们几乎断绝了所有出行的想法，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在豆腐房忙碌了30多年。午后，伙计们纷纷回家补眠，但对于已经忙碌12个小时的老张来说，还必须打起12分精神，迎接最关键的考验。一场豆腐最奇妙的风味转化即将开始。这坛梅苋菜梗发酵而成的老卤水，是父亲传给老张的宝贝。在煮豆腐的水中加盐，兑入老卤中，这样的养护让卤水持续发酵，颜色愈发地道，气味愈加浓郁。白嫩的豆腐进入老卤中，数小时的发酵将使它们脱胎换骨。腐败和美味的定义天差地别，可在时间的交界线上却极其模糊。臭豆腐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并不是人们的错觉。发酵过程中，微生物将蛋白质分解而成的氨基酸，具有鲜和臭的双重属性。经过9个小时发酵后的臭豆腐，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。后厨里，陈立江大厨正在用臭豆腐研制新菜。富阳的豆腐皮，千岛湖的玉米片，细腻爽滑的鹅肝，都是为臭豆腐增加口感层次的配菜。金贵新鲜的食材不会喧宾夺主，臭豆腐的风味在日新月异的菜肴中依旧以古味占据上风。今时不同往日，食材新鲜且品类繁多，时间给人间带来了独特的风味，也为萧山人深植了别样的味觉基因。老板，有没有好的臭豆腐啊？有，这个真正的啊、哦。这个真正的。嗯、哦，来4块好了。哎，我要买几张千张呢。千张。萧山人是臭豆腐臭味相投的知音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你啊。韩立群要做一道让他日思夜想的菜——千里香。哪怕是背着女儿，他也要偷偷做给自己解馋。买来的豆皮需要经过发酵，方能成就一盘风味。将豆皮卷成小卷，放进带有保温功能的容器中静置。春日时节，气候多变，豆皮想要得到充分的发酵，不仅要耐心等待，还需要充足的个人经验来判断。小猪啊，看一下颜色还可以啊，就还没到位，还不够一点，再放个一天，再放了一天差不多。当豆皮颜色变深，散发出难以名状的气味时，韩立群家中的梅千张就发酵好了。梅苋菜梗、臭豆腐、梅千张，三臭齐聚一堂，取名千里香，名字很安全，气味很危险。反正以前食物不是很多嘛，平时都只有青菜啊、咸菜啊这种，然后那种豆制品，就像，臭豆腐啊、梅千张、梅毛豆，对我们来说是算是最好吃的东西。烧好土灶，千里香摆盘上锅，在大火的作用下，奇特的味道渐渐从锅边溢出。饶是翻炒中与油花四处碰撞产生的热烈肉香，也压不住一盘蒸熟后的千里香霸道浓郁的气味。酥烂的梅苋菜梗、绵密的臭豆腐和软糯的梅千张，是一组奇妙的组合，层层递进的臭直冲鼻腔，在外地人看来堪比生化武器，但在老萧山人心中，臭和香只隔一线，或者一线都不隔，那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浓郁鲜香，用千里飘香形容毫不为过。这个很好吃，太臭了还是受不了。哎呀，不要说，一点都不错，不要，很好吃。这个我能吃，这个我吃，这个你能吃，没吃。